什么姐姐们都来了。哎呀，生气了！看到姐姐的生气。也是充满了。假装没看见，你看，假装没看见。在奥图图，是啊，有在三心六气，先哄好他，快点。他转过来了，快点。还在那边生气了，示范最重要，示范本皇帝大。赶快哦，姐姐给红萝卜，好快，好大的红萝卜哦！完蛋了，红不好了。红萝卜放进来了。饲养员也一身无奈，他们也在看了。哇，他不下去吃。红萝卜收回去了，超可爱的，整个奥迪。收走了，没了。好好好好，打哈欠的，打哈欠的。现在很委屈，仔仔别生气啊！门关了，小门关了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我要关了，没灯是的。好了，要下来，下来了。大姐再耗下去，可能没有饭。他说我妥协，再不下来真的没饭吃了。肚子饿啊！肚子真的饿了，早上怎么没有吃竹叶啊？人人有熊开门吗？哈哈哈哈哈！
好，肚子饿投降。